大家好，我叫罗元廷，我最擅长的是读历史、医学、美术以及绘画方面。我告诉你，自由不是你们个人性格的自由，是精神上才是自由的。这是伏尔泰说的。我常笑说，他可能是个欧洲的艺术家，来出生在我们家里，所以我们过得很累，因为风土习俗不太一样。如果说你跟他谈欧洲历史的时候，尤其是绘画的历史，还是说欧洲的哪一个帝国的历史，他都非常的清楚。那我想这方面的知识，一方面是他在电脑上得知的，那一方面是他看很多的书。不管选哪一个路，不管选哪什么，那我要去土耳其生活。Do you all talk care? Jukki.Sovelina Dina, Sovelina Dina, Ding Dong Dong, Ding Dong Dong, 你看，厉害没？我问你是什么风格？古典，自认古典风格。来，因为它比较自然，它不会傻，比较自在，比较偏表现主义啊。他懂内心的，外表他参考而已。他喜欢什么颜色的狗，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你还是要保持年轻又漂亮啊，老师。满意吗？满意啊！你要问那个被画的人满意吗？你要问我能接受吗？你能接受吗？可以的。我画的比以前好嘞！嗨，有这种小朋友的家长啊，常常必须找一些出口。这个出口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就让自己呢，在很多负面的情绪下，能够找到一些正面的能源。那以协助自己跟这个家庭度过这些难关。好几次我把我的手机小朋友的作品放给人家看，哎呦，大家觉得很兴奋。这时候突然间我莫名其妙自己也有一些自信，我说哎呦，我自己正面的能源就产生了。那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之后，他们很希望我带这个小朋友去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。那也因为参加很多学校的社团活动，这个小朋友的人际关系很可怕也慢慢的逐渐打开了，那也增加他一些自信。同时呢，有很多粉丝，我们说粉丝也一直请我们小朋友帮他画肖像画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让这个小孩子因为这些过程中有更大的自信心。这是自画像，这个人就是我，罗元廷。另外一个画一幅画自画像的人就是我，也是罗元廷。我们开始前往淡水的方向了。如果你们想来到我淡水的话，等到你们以后长大有时间的时候来采访我。